不太习惯了，所以我们在那个虚拟摄影棚，你可以开始录没关系。我们在虚拟摄影棚有没有？他会怎么做？就是镜头跟那个摄影机会摆比较接近，这样我们就比较不会看到。像我们一般有时候看电视，他在看的时候，你会很明显看到主播有点稍微眼睛往下或往旁边，有没有？因为他在看稿啊。那如果说我们可以就是比较接近的话，你就不会觉得说拍影片的时候好像不是在跟你讲话那种感觉。这样了解的话，老师你也敢讲的一个功底盖对吧？我觉得非常有收获，而且呢可以应用到我们的教学上。好，谢谢。熊博今嘛只有 70% 点够空了，其实还是有点紧张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先到这边。